Hello， 大家好，继续有我哋呢个 Stay Home 狼人杀嘅，咁我今日咧都邀请咗一啲新嘅朋友啦，咁都系资历唔系咁高嘅，即系希望大家要多多包容啦。咁我哋不如由资历最低嘅一号玩家开始发言先啦，好唔好啊？一号玩家，系啊，我系资历最低嘅掌牙士，咁我第一次玩呢个游戏啦，咁咧毫无疑问，我系一个一头雾水直觉型嘅玩家嚟嘅，咁我系呢个世上仅有嘅，我是为濒临绝种的好人其中一个，信我，信我，好人，好人，我拿我条命保证。我玩家，好，大家好，我是吴家豪。经过上一次的第一回的狼人杀，我已经成功由一个我出名玩家转变成一个气氛型的玩家了。但是这个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最近出了首新歌叫《曲线缘情》，已经是各大平台都听了，大家请多多支持。哇，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曼莎莎莎。嗱，咁其实上次玩过都知道我是一个智慧型的玩家啦。咁其实大家跟住我就 OK 噶啦。咁过啦。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永谦。我第一次玩狼人杀嘅，我而家嘅感觉咧就好似一学识行就要去参加奥运同保特跑步咁样。咁第一次玩梗系唔会讲大话噶啦，望住我真诚嘅双眼都知道我系唔会讲大话噶啦，我系好人嚟嘅。过。大家好，我是无玩家 Mike。 根据上次的经验，作为一个分析型的玩家是很快会死的，所以我这个星期就转型成为一个直觉系玩家，我纯粹斋用直觉，希望可以留到最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再讲全场唯一真玩家好像很闷，但我真是玩家来的，我是六号的陈雷，希望大家一阵跟着我投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我今天是一个邓巨型的玩家，因为原本答应了一起玩的吴小英他放飞机，所以呢就找了我来邓巨，所以呢邓巨型玩家我也好讲过。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over 型的玩家，上一集你见到我，其实我都是隐藏我的能力的，而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带着大家一起 get over 这个狼人杀。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Song， 其实我是这个游戏的发明者。完。Hello， 大家好，我是 Gemma GPP， 哇，唔得，真的好好笑，我俾我重头做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Gemma GGG， 咁我是一个智慧美丽型的玩家啦，咁我希望今天我是阿乌的陈零九同时候咧系上身 ，Thank you， 郭。今日进行的是狼王局，有三狼、四神、三文。狼王遭杀害或者自爆的时候，可以带走一名玩家。预言家每晚可以查验一个人的身份好坏。女巫拥有一次性的解药去救人，同埋拥有一次性的毒药去杀人。猎人遭杀害的时候，可以射杀一个人。骑士公开底牌可以查验一个人的身份。如果该玩家为狼人，狼人会立刻死亡，并直接进入下一个夜晚。如果该玩家是好人，骑士以死谢罪。猎人同狼王被女巫毒药毒杀的时候，不得发动技能。天黑请闭眼。狼人请开眼，请确认彼此身份。你要杀死哪个？狼人请闭眼，女巫请开眼。呢位玩家被杀死，你要唔要救佢？你要唔要使用毒药？你要毒边个？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开眼。你要查验边一位玩家？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开眼，猎人请闭眼，骑士请开眼，骑士请闭眼，天光请开眼。琴晚是平安夜，发言顺序由五号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五号玩家，未有太多资讯，望紧大家的样子，冇啊，冇乜资讯啊，之后我是一个好人啦、啊，系冇乜太多资讯。OK， 六号玩家发言，听住啦，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嗱，预言家系真系要跳嘅，因为我查都查杀九号系我嘅查杀 ，OK， 啲人全票出九，然后睇翻先，五号玩家冇咩发言 ，OK， 我当系咯，第一个发言，咁啊，一号玩家我丢一丢水包啦，一号。三號，因為一號、三號比較偏向係表情唔算好多，好似有少少緊張。一三，九號我嘅查殺，全場唯一真預言家。OK， 聽晚就去死啦，再見。果，喂，七號玩家發言，第三個玩家發言啦，咁啊，其實都冇咩資訊嘅。咁但係六號玩家或者真預言家，咁啊，佢係查殺九號，咁除非跟住落嚟有另外一個預言家跳出嚟啦，咁我都好期待睇下有冇人夠膽咁啊玩落去嘅。咁我哋係節目就會更加好睇，但係如果冇咧，會但係都可能大家要諗清楚，佢會唔會係狼人跳咧？我唔肯定啊。咁但係我只不過係提供呢個資訊俾大家諗一諗啫。我冇其實第三個玩家份係冇乜嘢做嘅，我係好人。過。好，我是八号玩家，咁其实第一 round 真系冇咩好讲嘅，不过六号跳咗做预言家咧，咁我就都系期待他有冇人同佢一齐跳，如果冇人跳咧，我都会跟随六号嘅查杀嘅。哇，我系九号啦，咁就第一 round 都冇乜资讯嘅，但系啱啱喺杀人嘅时候都 feel 到狼人都应该商议咗一阵，咁呢啲商议咗咁耐咧，应该系啲意志好唔坚定嘅人啦，又唔系好知道自己想做咩嘅。咁就眼睇咧，其實我都沒有線索。但如果你話六號佢話自己預言家查殺我，啱仲警告話下一波會殺咗佢，即係殺咗我係咪？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佢咁樣話要殺咗我，我就一定係好人咯。嗯，係啦。咁呢個係咪真預言家就大家考量一下啦。我都唔知道自己講話咩，真係咁噶啦。咁我都係期待緊睇下有冇預言家跳啦，因為如果先跳嘅話咧，其實個可信性係幾大嘅就阿雷六號玩家，咁所以如果冇人跳咧，咁我都係選擇相信阿雷嘅。過，咁我咧就係預言家啦，咁六號咧就一定係狼嚟嘅，我由頭先咧就 check 到七號咧就係好人嚟嘅，總之咧呢一場咧應該會死噶啦，我唉準備去煮個面先。系跳过，过定跳啊？哎，是但啦。啊，喂，几好玩喎、啊，咁样最中意咁样。喂，但系咧，你六号查九号咧，查杀咧，九号嗰表水真系唔合格喎、啊。即系你九号你俾人查杀，如果你系好人，你又好似唔系太好喎、啊。即系我都唔想信陈雷啊，但系九号令到我必须要信陈雷咁咯，好似咁。因為九號開九號咧，係即係所謂開口牌，即係佢收到查實之後咧，佢有得講嘢。咁呢度咧就係、是、如果你信六號係真預言家咧，你就投九號；你信一號嘅話，你就投六號。所以係六號同九號嘅分票。咁唉、我唔喺度即係我唔喺度帶風向啊。但係嗱，萬一如果九號你俾人投走咗咧，你表好少少呢個位置。你講好少少嘅話，我都仲有機會翻到轉頭，可能我唔知啊，我仲有機會翻到轉頭，可能要信翻，即係信翻一號。咁但係六號無可否認就即係佢投咪咧就講好啲咯，即係個力度好啲咯。但係一號又好真，即係學簡單真誠咯，係啦，就係咁。咁六號分票就唔簡單，好人牌。其實我都幾 buy 啊嘉豪嘅。講法嘅，因為其實我不嬲都覺得陳雷係高換嚟嘅，咁所以佢第一下跳預言家嘅時候，我都有諗過，咦佢究竟係真定假嘅咧？跟住，但係我又覺得嘉豪講得啱，即係阿斯個力度咧又冇阿陳雷咁強喎，即係所以我而家都係有少少，即係仲喺度撈緊邊個係。同埋我想知道，即如果阿斯头先佢话佢系预言家嘅时候，佢有冇话佢 check 咗边个？哦，佢 check 咗七号。咁我又觉得我
咁我而家仲未分析到住，所以我觉得都系过咗先，睇下大家。其实我已经尾耳发言，诶，睇下四号龟叫有咩讲过。即系而家有两个预言家，一个就陈雷，即系一个六号，一个一号，就当唔知边个真边个假先啦。但系如果即系听陈雷呼吁全票投九的话，九又冇话自己有啲咩特别身份，咁好似死咗都唔好可惜咁样啦。呢一个阶段，咁就投下九先啦。我会，我唔知啊，我好人嚟嘅。讲完啦，过。请各位投票，三、二、一。九号淘汰。嗱，我有违法嘅话，其实杀咗我咧都有一个好处嘅，因为证实咗我系一个好人之余咧，咁大家都可以睇到边啲系作贼心虚咁去杀咗我嘅，咁大家都已经可以锁定到边个啱啱投我噶啦。而且我觉得四号同六号啊嫌疑相当大，因为四号系负我六号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锁定咗呢两个先啦。咁仲有一个狼人，大家其实未揾到嘅，冇紧要，我少少牺牲系值得嘅。大家可以用大家雪亮的眼睛投票出边一个是假预言家，而边一个是真狼。而且四号讲嘅时候个样斯斯缩缩，有啲鬼怪。天黑请闭眼，狼人请开眼。你要杀死边个？狼人请闭眼，女巫请开眼。你要不要使用毒药？你要毒哪个？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开眼，你要查验哪一位玩家？预言家请闭眼，天光请开眼。二号六号被杀死。而家二号六号嘅话咧，嗱，好，其实如果六号咁样嘅话咧，咁我有怀疑，其实六号可能系真系真狼人，然后好人队即系女巫睇到咧，所以就毒杀咗阿雷啦，咁样。咁二号系边个咧？二号是不是 Daniel？ 二号是谁？二号是嘉豪啊。因为呢，我现在呢其实是看，只是看到那些，即是看到那些白，一个白色的mon，所以我就，咁其实如果现在这样看，我觉得，因为我刚才是几信嘉豪发言的，我上一 round 我记得，咁他的发言，如果他看的东西的视觉是特别清晰，而他又真的死了，咁我都又相信阿雷可能就应该都是一隻狼嚟嘅咁样咯，咁过咗先啦，过。好，四号发言，发觉自己相信错咗陈雷，我觉得一号先至系真预言家，咁如果係咁，係咯，我同意三號玩家嘅講法啦，應該係狼殺咗嘉豪，然後女巫毒殺咗陳雷咯。咁所以就要睇下一號玩家陣間講下佢頭先查咗邊個啦。聽佢講過。好，五號玩家發言。大家請四號玩家就話佢信錯咗。即系陈雷系真，即系六号玩家系真预言家，因为佢俾女巫毒咗。但系其实喺我个视觉咧，就我唔会100%肯定女巫毒啱嘅，因为佢个视觉都即系被
都未必是可以很保證到 他 spot out 到哪一個是大的，所以我暫時都未有太多頭緒的。如果六號玩家是確實真的預加而被讀錯了的話，那我們就易玩很多了，因為看回票型，即是之前投六號出去的人都不多。我暫時都是再觀察一下先，咁最重要看看另外一位預言家一號的表水啦，睇下佢講啲咩，提多啲資訊，跟住先投票結果。我係一個好人過。正路嚟講，女巫用咗毒藥帶走咗阿雷，咁而狼人覺得阿豪講嘢太 aggressive， 太有殺傷力，咁殺咗佢，呢個係我嘅視覺。咁同時間喺三號發言之後咧。四号都是划水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一轮的投票的时候，如果假设阿雷是狼，那四号都有机会是狼。为什么？因为正常村民没理由会带风向的，就是刚才嘉豪都说没理由会带风向投哪个，但是四号就说不要紧了，九号啦，就是如果是一个村民的角度，没理由会死一个村民都觉得无所谓。咁而四號呢個行為對我嚟講，你諗住射冤枉啊嘛，我知啊。我覺得這個有少少可疑嘅。咁但係當然阿咪講嘅嘢，佢都即係佢話未必 100% 女巫投得啱，我都認同嘅。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分析到嘅。咁所以一間一號玩家你要再明確啲講題，你究竟 check 到邊一個？而我 surprise 嘅係即係頭先佢。出嚟跳啊，唔係跳，即係佢話我係好人，咁我相信嘅，因為我真係好人啊嘛。係啊，你哋唔好誤會咗呢一個係狼包庇，你要記住，因為我好肯定係好人。除非阿雷同埋我先即係，除非阿雷同埋蔣亞斯兩隻狼跳完達，不過我覺得冇乜可能過。OK， 頭先六號玩家咧一開始咧，阿雷咧，咁佢係高階玩家嚟嘅，佢一嚟咧，佢係狼咧，然後佢跳預言家咧，其實係常用嘅伎倆嚟嘅，所以我頭先咧，其實我有懷疑佢係咪狼啊，咁然後咧，我一路都期待緊預言家跳出嚟啦，咁跟住一號玩家咧跳咗做預言家之後咧，其實一號玩家我覺得佢唔係好熟呢個遊戲，所以咧，我覺得佢唔會咁快用呢啲招數啊，咁所以我比較相信一號預言家。他是預言家嚟嘅，咁所以頭先一號預言家驗咗七位好人咧，我係比較傾向去相信嘅。然後呢 round 死咗之後咧，我覺得如果呢度有女巫喺度啊，因為女巫應該係讀咗六號嘅，因為頭先二號嘉豪咧佢講嘢咧係比較中肯嘅，我覺得我都係似阿嘉豪所講嘅，所以佢死咧我係覺得應該係狼毒佢嘅，咁即係狼殺佢嘅。而頭先咧六號預言家一開始發言嘅時候咧，佢話佢掉咗三個人嘅一號、三號、七號，佢掉咗呢三個人咧落狼坑嘅。咁咧所以我反而覺得一三七咧應該係好人嚟嘅，因為預言家就一開始第一 round 已經唔係落陳雷啊嗰只狼啊，佢一開始就丟咗呢三個水包，所以我覺得一三七應該係好人嚟嘅。而四號講嘅嘢咧，我覺得佢係有包庇只狼嘅好大嫌疑，係啦，你知錯能講冇用嘅，你賴嘢啊！我話你聽，我一啲都唔信你啊，陳永謙，因為頭先無啦啦第一 round 你已經係撐六號玩家陳雷，而第二 round 咧你只不過重複講咗一次大家知道咗嘅嘢，你冇新嘢講。而我好想聽一下，因為五號咧我係用錯，我覺得五號有啲蠱惑嘅，佢講嘅嘢咧有啲前言不對後語嘅，但係我要再聽。我哋十號都係特別要聽十號OK 好過好十號玩家發言。咁其實我都覺得咧，我個視覺都覺得係女巫讀咗六啦，而狼殺咗二嘅。咁而咧一開頭咧，我係有啲信阿雷，係因為佢好快跳喎、六號玩家好快跳。咁我覺得如果有真遇之後跳嘅話，即係如果第一個跳嘅話，好似可信程度高啲，所以我嗰陣時都。信錯咗阿雷，因為我嘅視覺而家都覺得似女巫讀咗六，但我唔100% 肯定嘅。咁而咧，四號喺嗰陣時咧，係喺大家都仲喺度猶豫緊邊個嘅時候咧，佢係好肯定咁樣講咗一句，我記得佢話：其實九號死咗都冇乜可惜啊，死咗都唔好可惜咁樣啊，呢一個階段。即係佢好 firm 咁講，咁呢一句就令到我覺得啊，你好似好肯定見到九號係一個乜嘢嘅人。所以你就講話哦，九號死咗都冇可惜。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令到我覺得啊，你同阿雷六號非常之共變呢一樣嘢，令到我覺得你非常之有可疑嘅咁樣。咁
所以雖然我唔 100% 肯定係咪讀錯，但我覺得阿 C 咧一號玩家咧又未去到咁高換，係佢喺後跳真魚咯。咁樣後跳真魚，所以我依家係偏信阿蔣阿師，佢係真係好嘅，係玩家嚟嘅。所以我都想睇下佢係查咗邊個國。好啦，咁我頭先咧就 check 咗八號嘅，咁八號係好人嚟。咁點解我一開頭咧就會 check 七號同八號先咧？因為我覺得佢哋俾我感覺特別醒目，講嘢特別多，所以我先 check 咗佢哋兩個先。咁咧四號咧，唉都唔知講咩好。我總之我覺得都唔好話輕踩啦。我重踩啊！我觉得你是咁，我都不知道下一弯我仲有冇命啊！诶，都是那句啦。诶，如果仲有命的话，就看下边个俾我 check 到啦吓。哥，请各位投票，三、二、一，四号淘汰。我都估到我会被人投走的啦，即系。個真相就是我係真係個好人嚟嘅。咁我點解第一 round 同第二 round 嘅立場差咁遠呢？因為真係唔識玩咯。咁嗱，我係一個好人。頭先咧，你哋留意一下邊啲好俾心機咁樣要殺走我嗰啲，投走我嗰啲咧，佢哋都好有機會係狼嚟嘅。我真係個好人嚟嘅。如果我係狼嘅話，我唔係咁嘅。天黑請閉眼。狼人请开眼，你要杀死边个？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开眼，你要查验边一位玩家？预言家请闭眼，天光请开眼，一号。被殺死。好啦，又是我發言先啦。咁其實都，如果一號被殺，咁我覺得好明顯地，咁頭先嘅分析係冇錯嘅，就係陳雷係狼王啦，可能咁，然後俾人毒死啦咁樣。咁然後，四號咧，其實我頭先一路去到最尾嗰一刻咧，我都有少少懷疑佢嘅，因為咧佢有講過話咧，即係佢有講過話九號死咗冇乜可惜啦，同埋佢最尾話有人咧一開始就指佢嗰啲咧要列入呢一個狼坑啦，但係其實係一號同埋八號。咁如果一號剛剛俾人死咗嘅話咧，咁所以其實再貼，即係我可以再 sure 可能多少少就係可能有機會四號係真係狼嚟嘅。咁然後八號咧，我信啦，因為預言家 check 咗佢係金水啦。咁然後佢有訂水，即係佢有話過咧，佢係相信佢六號輕踩過嘅人咧係好人啦。咁包括係一號、三號同埋七號嘅。咁即係包括蔣亞斯、預言家啦、我啦同埋子彤嘅。咁其實我頭先聽子彤嘅分析咧，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人視覺嘅分析嚟嘅。咁所以我都會站子彤邊啦，佢係一個好人。咁所以我覺得陣間都可以聽下子彤嘅分析啦。咁我都會偏向 buy 佢講嘅嘢嘅咁樣。咁所以繼續。即系听下其他人啦。好，我系五号玩家。咁而家证实咗一号玩家系真宇啦。咁七同八都系金水啦，坐实嘅好人啦。咁呢个轮次都系都系即系剩翻唔肯定嘅，都系剩翻三号、五号同十号啦。咁我觉得首先我即系拍咗先啦。我系一个文嚟嘅，咁所以我视觉唔开嘅。咁头先听三号嘅沙滩发言都觉得好唔錯嘅，咁我自己即係因為七號八號喐唔到噶啦，咁我又係一個好人，所以嚟緊我會聽埋十號支持發言先至決定，即係投邊個出去。咁七號八號金水就即係坐實好人，就你哋真係可能要即係花多啲嘅精力去分析我哋依幾個究竟邊幾個一個最有機會做成狼，因為其實應該兩狼走咗噶啦，而家就剩翻一隻狼啫。假設啊六號玩家陳雷係狼走啦，咁啊陳雷應該係狼走嘅，咁剩翻一隻，咁啊我係問你嘅，就咁過。大家悶悶地，想唔想個遊戲有少少高潮位啊？好嘛，嗱，我有身份，我係騎士，我而家可以發動技能，
当我选择发动技能，如果我错嘅时候，嗱我咧点解我发动技能咧？我相信三号系好人，八号系好人噶啦，系啦。假设即系我而家系怀疑五号同十号嘅啫，咁我咧就求其怼一只，我唔知咩后果噶。我要发动技能，我要怼十号。十号系狼人，十号淘汰，天黑请闭眼。What the？狼人请开眼，你要杀死边个？狼人请闭眼，天光请开眼，十号被杀死。OMG what the？ 我以为杀咗十号呢只狼咧，应该就系冇啦，即系话而家场上面仲有一只狼啦。OK， 我其實是懷疑五號嘅啫，因為三號咧就其實一路講嘢，我都覺得佢是好人的身份嚟嘅。咁咧我就估呢一鋪，哇，好難喎、啊、頂！因為三號，如果呢個時候你是狼，你真係一隻隱藏得非常好的狼啊，三號、五號啦。因為我是唯一剩翻咧係金水嚟嘅啫，咁所以我哋係好人嚟噶啦。你兩個都岌頭，但你兩個我都唔信啊！我比較偏重唔信咧係五號嘅，因為其實五號咧頭先啱啱開始講完嘢嘅時候，第一 round 佢就係話我即係數多一次邊個係狼，邊個係即係佢冇俾多嘅 information 嘅，同埋佢 keep 住成程玩嘅時候都喺度扮死碌屎咧。其實呢一招我真係唔係好信嘅。我想講而家咧應該因為頭先獵人係啱嘅，我想獵人殺五號試五號嘅，因為我偏向比較唔信五號嘅。但我都不希望我自己錯啦。OK， 我是不如大家拍身份啦。我是咁即系而家一個剩翻一個神，剩翻女巫。女巫喺咩度啊？如果有女巫啊，死咯！我都唔知邊個女巫添。OK， OK， 我就會投五號嘅，我是會傾向五號嘅，希望我冇錯啦。其实呢我就是真女巫来的，我想讲，所以呢其实不用说了，这个游戏玩完了，我就信，因为八号其实 check 了他是金水啦，所以我今铺呢就站边八号一起投走五号，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现在剩下我们三个，就是这样。因为八号玩家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自己知道，场上面即是剩下一只狼，你是什么身份，沙沙跳女巫，你自己计一计条数。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东西，上一 round 呢莎莎咧，佢咧三号玩家，佢发言嗰阵时咧，佢仲喺度盘紧话啊，我又比较相信七号，我又比较相信八号，但系你冷静啲听我讲先啦。七号玩家同八号玩家一早都系铁金水嚟噶嘛，你冇需要去分析我啊七号又我会相信佢偏好，唔紧要啦，嗱我力度好高噶啦，我讲晒啲 information 出嚟，你投错咧，你上网俾人闹，你自己谂，我就唔同你讲咁多。總之上一 round 大家留意一下，其實三號有很多空內容，佢講咗即係七號、八號係金水的時候，佢仲走去喺度講話啊，佢係點點，佢係點點，其實唔使講嘅，唔使嘥個時間去交代呢啲 information。咁佢係女巫啦，我上一 round 已經拍咗係文嘅咯喎，大家諗一諗，我上 round 已經拍咗係文嘅，佢呢 round 先拍女巫，冇噶啦，你投錯你咩鑊啊？你真係喺網上俾人打，拜拜。請各位投票三。二一五号淘汰，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胜出。莎莎，你不应该票女巫，你应该女巫其实佢票女巫，其实我票女巫好危险啊！我真系系咯，你跳文，你同阿 Mike 咁就得嘅，系啊，跳文你应该，但系你系猎人嚟噶嘛？系啊，但我你有神迹，咁有乜理由多个神迹？点会多个神迹啫？叫你谂咯，两个神迹加一只狼，输咗啦你哋。我提咗你噶啦，我提咗你话佢跳咗女巫，你自己计一计啲身份，有两个神。自己分析嘅时候，其实有几次系自相矛盾咗噶。系啊，同埋你根本冇听佢讲嘢。我一开始都系咁，
我本身想住啊，八号个人应该望落个样咧，好冷静嘅，听人哋说话啊，咁老莽都有嘅，冇错，听人讲嘢喺嗰边咁样啊，又真心轻，我第二弯系见唔到啲狼人杀边个噶，即系我部电脑轻嗰个程度系令我好鬼担忧。我成日都俾佢呢部电脑轻，唔系啊，我俾佢 fix 走咗啊。当张万沙越系认真越系严肃嘅时候，就越身有事。你谂咩？留意下佢个眼神，佢个状态，我见到啊，紧张。你睇下啦，佢好紧张噶，但我都睇得出，但系好怒气啊。其实我见到佢暗爽个样噶，其实头先我系见到佢暗爽个样咧，我系有一丝怀疑我系咪濑嘢嘅。咁但系头先嗰一刻我真系晕，唔系喎，但系佢撩爆咗噶咯喎，佢撩爆咗，佢撩爆咗噶咯，你系直觉觉即系个人策喎，头先即系佢撩爆咗。八号你讲经咩？话咩而家你好肯定咁样样，跟住之后。靓系咁咁样喎、啊，我心谂我喺嗰边心谂，你做咩？你停止啊！我好对唔住阿迪啊，我真系阿迪啊，我自信啊，你食饭啊，你咁老喊，你仲喺度，阿迪好伤心啊。